1月18日是周杰伦的生日，11日昆凌通过社交网站晒出举办家庭运动会的照片，拼称 Happy 第一届 Jack Cup Grad We Met in Taipei， 一直很想念学校的运动会，所以决定在你生日这时候举办一个 Jack Cup， 感觉我们回到过去美好的日子，希望你喜欢他，生日男孩。照片中昆凌戴着黑色棒球帽，披了一头长发，皮肤白皙，身材纤细，和周杰伦穿同款运动服，笑容甜美，夫妻俩十分的恩爱，小周周也罕见出镜，扎着俩小辫儿，依然是红色运动服，双腿跪在地上，双手搂抱着小朋友，虽然只是背影，画面非常的温暖有爱。小胖虎也在爸爸刘畊宏的带领下出镜，给干爹周杰伦加油助威。从微博曝光后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小周周连后脑勺都这么可爱，#太甜了吧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嫁给周杰伦了，我想娶昆凌。